大家記住，修改議事規則呢樣嘢係對所有人嘅最大挑戰，係咪？一旦修改咗議事規則，係所有議員都變咗廢柴，係咪？喂，佢哋自供佢嘅事啊，太監，你做太監一定要自供噶嘛？我哋唔係啊嘛。一地兩檢係乜嘢啊？你哋係咪好憎佢啊？係啊嘛，咬牙切齒啊嘛，係咪啊？咁人哋都係揀一個房喺度實行大陸嘅法律啫。廿三條係乜嘢啊？廿三條全香港實行，臭名昭彰，俾全世界嘅政府同人民鬧嘅國家安全法，唔係喺嗰個房仔先拉得你啊！誒，吳崇賢，你正話講乜嘢啊？又話人哋大白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小黎你係講乜嘢虛事啫？煽動啲仇恨，煽動低端人口反對高端人口，你仲衰，你學生嚟嘅係咪啊？喂，廿三條，我哋唔輸得一仗啊！我喺度希望大家支持喺立法會裏面嘅議員，即係我啲舊同事啊，佢哋喺裏面係弱勢嘅，出去擁兩擁又俾人哋捉咗出去，好似我咁攞本嘢睇下，而家下個月都要受審，分分去坐監。只要民主派嘅議員有咩呼籲，你哋要支持佢，否則佢哋係完全冇能力代表你去維護翻你自己嘅權利噶，明唔明啊？如果你為咗新界東北係要圍困立法會嘅，我哋為咗呢一個網絡廿三條係要圍住立法會嘅。如果今日呢一個建制派自攻嘅時候，我哋係要圍立法會，係咪？今日我哋面對嘅係一個取消我哋民眾選出我哋嘅代表去監察政府嘅權力啊！我話俾建制派聽，我預咗三年，如果佢再捉我哋要囚禁，我預咗三年俾你。無論我哋喺監裏面，喺監外面，喺議會外面，喺議會裏面，呢一仗都係最重要嘅一仗。我希望大家再用更大嘅掌聲去鼓勵一番議員，好唔好？